报道第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报道第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今日要介绍这张专辑，是《明日之星》当中的潘佩丽啊。那讲到这个潘佩丽的话，这個、唱歌真是吼真厉害啦，哦，非常的细致哦，非常的幼咯吼。这个羽毛，这个外号叫做小江蕙啊，因为一唱歌呢，这个跟这个我们二姐江蕙一样哈，是非常的细致，而且还一些尊音呐。好，阿哥加上个歌起承转合吼，那个渐强渐弱吼，哦吼，是江阿哥安尼吼。已经出神入化这个地步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个明日之星这个歌唱比赛嘛，真目前吼，咱台湾上届专业的这个台语歌的歌唱比赛，吼，然后呢，这个每一个礼拜，吼，他们都这个所谓的选手村，吼，啊，大概咧就这个上台轮流来这个对捉对厮杀一番这样子啦，所以那是真真正正吼，被这个突破重围到最后呢，能够来出唱片，嘿，底下金贵金济金济金济有这磨练的掉啊，吼，这个潘佩丽咧啊，一起歌咏人。啊，这届咧，哇，这个资深北上，然后今嘛拢带伫个这个台北吼，就是为着要家己的这个歌唱事业，开始来这个努力来打拼吼，马上恭喜吼，啊，非常的辛苦啦啊，啊，但是呢，总算呢，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让他推出他自己个人第一张专辑，并且咧，伫咧这张专辑当中咧，个邀请到金曲歌王荒山亮哦。黄山亮老师首度的这个收了一个女弟子，就是潘佩丽哈、哦，来欢迎这张专辑啊，这个幸福的邀请哈、哦。但今日咧，咱要来介绍这首歌曲，就是潘佩丽跟她的师父黄山亮呢一起合唱的男女对唱歌曲，叫做《幸福青春路》。咱今嘛等一下听下。
用心来祈祷。咱的缘分带咱走到这条路，我当千足，请你少照顾。查某囡仔的心是一阵春风，点点滴滴拢是你的好。恁家的小妹若有你的帮助，人生的漫步甲你你的路步，不管未来多艰苦，你我不管无路，做伙走你幸福青春路。青春路，报道第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波多的下转世界拢来听，今嘛歌手要出唱片啊，要做专辑了，真是绞足了脑汁啊！就是想破头嘛，爱来一挂变嘛，对不？即届潘佩蝶新专辑，请到什么人来制作呢？哎呦哈，荒山亮就是我们金曲歌王来跨刀制作。那制作了后呢，嘛爱唱者，对不？哈，不听到这个金曲歌王的声音怎么可以呢？而且呢，即届啊，我听潘佩蝶的讲哈，荒山亮咧介伊做唱片咧录一些时阵哈，把他的声音往上面调了一下啊，就是希望他的共鸣往上面，显现的比较青春年轻一点的味道。所以给那里波多的一下就要把这个他们两个人首度合作的作品呢，哎，上好大家。连你的时阵我让你讲哦，幸福都得借时阵。其实啊，也有人说哈，天天都得幸福嘛，所以这条路不是短短的路哦。啊，到底有偌长呢？咱来听啊。荒山亮、潘佩丽收录在潘佩丽最新专辑里底，播到第一声要介绍给你的《幸福青春》咯。
村啊，幸福新村啊。对唱《天后青春咯》，明日之星潘佩丽首张台语专辑《你的邀请》美乐地发行。不管未来多艰苦，有你做伙，走在天后青春咯。我是潘佩丽。不管未来多艰苦。金曲歌王荒山亮深情对唱《天后青春咯》，明日之星潘佩丽首张台语专辑《你的邀请》美乐地发行。不管未来多艰苦，有你做伙，走在幸福青春路。我是潘佩丽。不管未来多艰苦。金曲歌王荒山亮深情对唱《幸福青春路》，明日之星潘佩丽首张台语专辑《你的邀请》美乐地发行。